Hello， 各位观众啊，欢迎翻嚟收睇《FIFA 白激你生涯》啊，第十集啊，咁啊，今集亦都系最后一集咧，系即时嘅方式拍摄啊，唔系最后一集，唔使担心啊。咁啊，之前球员生涯都讲过啊嘛，因为咧每一集咧只踢一场咧，实在太花时间，同埋永远都追唔到个进度啊嘛。譬如而家我哋只系仲系2018年嘅9月15号啊，咁啊球员生涯甚至系2018年嘅年头2月3月啦啊嘛，因为中超咧就1月开季咧就12月咧嘅即系赛季系年头年尾啊。咁啊，如果每一次加上我拍摄时间唔稳定啦，咁啊每一次都咁样嘅话咧，就永远都玩唔晒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之后咧就会可能系预先录影定，跟住之后再剪辑再加旁述咁嘅方式啊。咁啊，另外我仲要搵翻时间咧拍翻完全系未完嘅The Journey 啊，咁啊，我唔知观众有冇兴趣睇啊，但系我自己就想玩埋佢，始终未完成嘅感觉都系唔好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对呢个嘅屈福特啊，Waffle 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后咧就会对呢个嘅欧联啊，年青人啊，咁啊，大家都知啊，啱啱呢个过去嘅赛事咧，首回合咧呢个嘅曼联咧就系输咗俾 PSG， 咁啊，我哋今日都会探讨下呢一个嘅问题。不过咧，我哋开咗波先啦，咁啊，呢个阵咧，上一次讲到咧呢个英超嘅转阵啊，我哋试有冇4-4-2-3-1咧？好似 FIFA 冇系嘛？系啦，好似4-2-3-1好似冇系嘛？4-5-1啦，4-2-3-1即系4-5-1啦。咁唔系喎，呢个系4-3-2-1啊，4-5-1系。咦，有啊，4-2-3-1广域呢个集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试一试呢个新嘅阵容啊，咁咧就由 Rashford 踢最前咧，普巴咧就做攻击中场咧，咁啊，摩迪咧就踢呢、這个，同简迪啦就踢中场啊，呢、這个后面嘅防线就唔需要揀啦，好啊，我哋试一试呢个究竟系点，咁啊，另外咧 set 一 set 呢个嘅战术啦，咁啊。近排有两场赛事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。第一嘅当然就是啱啱呢个嘅曼联对呢个嘅巴黎圣日门啦。咁另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喺英超里面啦，曼城6-0啊，血洗呢个车路士啊。等下我哋都会咧探讨下。咁啊，后防嘅风格啦。咁如果你有玩呢个 Ultimate Team 咧，我谂大家都好一定知道点样去到做啊。咁啊，而家咧今届咧佢可以俾你咧喺有几个嘅唔同战术情况之下咧，用唔同嘅阵咧，同埋有唔同嘅攻击阵式啊。咁啊，譬如而家咧，我系攻击阵啊，咁咧我就会转翻做咧，4-3-3防守。点解防守会系咁样咧？4-3-2-1。Okay, 我哋睇翻4-4-3-3魏九号进攻，系啦，4-3-3进攻。咁咧个战术咧就会喺失去控制权之后施压啦。呢个咧就系咧Guardiola曼城啊所 show 保俾你睇嘅劲啊。咁啊个宽度咧就唔需要太宽啦，深度咧就。向前一格其实都唔需要咁深嘅，系咁啊！进攻风格咧就快速组织同埋控球，咁啊用翻均衡就应该都 OK 啦。角球唔需要咁多，塞满禁区都唔需要咁多啊，系啊，宽度 OK， 进攻嘅时候咧系可以阔少少嘅，系啦，咁啊靠住两边嘅逆风啊，系啦，咁啊 set 埋啲指令啦，系啦，传中。咦，睇下先啦。咁啊，呢个都要执执 ，Rashford 就踢中间，应该系最快噶啦。系啦 ，Linga 普巴咁啊，同呢个4-3-3咧就同4-2-3-1咧应该系冇乜分别啦。只不过咧4-2-3-1嘅时候啊，普巴咧再上前少少去帮手啊。咁啊，如果系
系啦，进攻嘅时候咧就会转呢个嘅四三三啊，呢个咪四三三系啦 ，OK。咁啊，另外两只翼咧就会再往前啲。好啦，角色方面咧，我谂咧左右角球咧都俾阿摩迪斩就啱噶啦。系啦，咁咧自由球边个劲啲啊？系普巴劲啲系啊？普巴踢呢个嘅自由球啦，队长系摩迪啦，十二码边个最劲啊？十二码普巴四廿二，八十二，八十二普巴主射啦，系啦 ，Martial 啊 ，OK， 好，咁啊就咁决定啊，哇 ，set 嘢 set 咗五分钟，所以大家都知点解我要预先录影啊。好啦，我哋开波啊，揾啲咧弱队咧去到做开斋先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系啦，咁啊两场嘅比赛咧就可以，咦？哇，呢个喺只 game 里面去咗 Warford 啦，呢个。死我唔记得咗佢个名点样读啊？同个中文粗口有啲谐音嘅。咁啊，以前去咗巴塞啊，近排睇咗个 list， 有几多个去咗巴塞之后唔掂咧？其实都好多嘅。咁啊，近排古天奴咧就俾美斯救翻起啊！咁啊，因为咧就啊，即系都差唔多成个礼拜之前啦。咁啊，就俾咗十二码去射，跟住佢赛后都讲咧，美斯其实唔需要咁样做啊。咁啊，佢入咗嗰球之后咧，就令佢咧有翻啲信心啊。咁啊，应该系咪国王杯啊？如果冇记错嘅时候。次回合啦，原本首回合输紧嘅，咁啊次回合咧狂追，唔知五粒剩六粒啊。咁啊，跟住之后咧反吸翻啊，呢个好典型嘅巴塞啊，有时系好正路地反吸，有时系好邪门，就系得到球证帮助嘅反吸啊。就算我系巴塞 fans 都系咁样讲噶啦。好啦，我哋作下大家握握手啊，啲球员咧都系未必系太熟啊。我近排开始有兴趣研究一下啲中下游嘅球队咧点样生存咧，特别喺英超呢个欧洲联赛咧收视观众收益，即系转播收益最高啊！英冠同埋英超咧，你嗰个球会攞到嘅钱咧都差好远噶啦 ，Foster， 哇！呢啲真系唔识喎，真系嗱呢个 D. Lufin。就系、是、好似FIFA 一七我都有用佢嘅 Ultimate Team 系啊，咁啊几快下嘅逆风嚟嘅，但系唔系太大嘅个人特色。好啦，我哋开波先啊！普巴近排咧好劲啊，咁啊虽然啊佢喺对呢个嘅巴黎圣日门里面咧，最后俾赶走啊，两黄一红啊，但系我就即系我嗰场当然就冇起身睇啦，太夜啦，系啦，咁啊但系睇翻个。replay 咧，覺得佢咧係好走，係啦，哎呀，俾佢 block 到，誒攞唔攞到，頂到，唉，爭啲啊！咁啊，應該唔係好關佢事啊。咁啊，佢有時呢啲位連個旁白都講咧，就嗰一秒钟咧真系好难收到脚噶，咁啊今次见佢其实近排普巴嘅表现都好咗啦，自从摩连奴走咗之后，哇速度爆，喂啊谂住俾前面普巴嘅阵，咁啊而家大家见到个阵咧就系我之前所讲嘅四二三一啦，咁啊就系呢个嘅费爵爷好中意用啊，就应付当时嘅摩连奴带领嘅。哇！靓波，压入去，叮，靓波啊！普巴，咁啊，应付当时摩连奴带领嘅车路士啊，呢个嘅四三三强阵而发明啊。咁啊，呢个阵有咩咁特别呢？就系集呢个进攻同防守于一身啊！就系呢个
英國傳統442陣嘅改良啊，咁啊，但係咧係有弱點㗎，咁啊，我下一之後啊，呢啲一啲陣型針對性嘅 topic 啦，嗱，點解要一條片講唔到咧？可能我要踢十場咁樣咧，有肯定揾到一兩個嘅 example 咧，俾大家睇下究竟嗰個陣型係點樣運作。咁啊，下半場咧就會轉做攻擊咧433陣咧。俾大家做一個類似 demonstration 咁樣睇下，哇！啲衫都好，哇！靚波啊又 ，Jordi Alba， 我哋睇波，成個就係咁樣甩咗啦。好嘅，係啦。咁啊，講翻呢個車路士對曼城先啦。咁你見到再次見證到 Guardiola 咧，真係喺英超度咧係超曬班啊！咁啊，前嗰排我有個英國 friend， 哇！中。有几靓啊！顶你，我哋咧 Warford 系有一个好中意打人嘅一个前锋，好大嚿啊，唔记得咗个名添啊，系咪就系佢啊？睇唔到佢个背脊啊，有个癫字咁样噶，哇，几靓啊！又真系，连华拉里都对佢冇晒负啊！好，我哋开波继续嚟先啦。咁啊，前嗰排有个 friend， 唉，啲直线真系要好小心啊！呢个 Gary 就已经系老将嚟噶啦。哎呀，落底，顶到，好嘢，清咗先，好把走。靓啊，简迪进攻型球员。哎呀，呢、這个传中系靓啊！之前呢一个嘅巴黎圣日门迪马利亚就有一球咁样，虽然冇呢一球咁凶啊，嗰球难好多啊，但系都系差唔多噶啦。呢啲逆风咧嘅杀食，杀手锏嚟啊，就系横传啲致命，特别系啲低 cross 啊！哇，屌黐线，冇晒啫，濑嘢。哎呀 ，Walker 好彩够快啫，冷静啲。成日讲下讲下又离咗题啊。系啦嘛，就是、我个 friend 咧喺英国翻嚟，两个都系曼联 fans 嚟啊，落底靓嘅。哇，哎，谂住细细力添，哇，仲翻得切嚟。呢个咪叫 Dilafan 啊？啲啦六番啊，一个六字嘅。如果我讲记得同粗口有关嘅话，中坚点样去咗呢度？猜翻后面先，话佢哋都逼得好实啦，冷静，好嘢嚟嘅。咁啊，两个都对曼联咧，靓波，有冇咁靓？靓波，起。哎呀，慢咗少少，做少少起脚。啊，今场几刺激噶、啊！好，掟俾你先。咁啊，就几满意近排曼联嘅表现啊，苏斯克查。吸，唉。唉，起，哇，大佬，成场咁样、啊。唉，濑晒嘢，塞埋啲咁嘅波，吞后，啊，跌气啊，好嘢嚟啊！40分钟睇下入更衣室之前可唔可以入多粒啊？好多机会嘅，其实我哋，啊，可恶啊！啲落脚咁准嘅，呢个叫 success 啊，几正喎球员。OK， 咁样出街。咁啊，好满意苏斯克查嘅表现啊。咁啊，但系讲起咧，边个 manager 劲咧？咁啊，其中一个咧就话 Guardiola 都系无料到啊。咁啊，即刻表演俾你睇，点样虐杀。点样虐杀呢个车路士啊？
咁啊，你喺个场里面咧，等阵下半场我再讲一讲啊。睇得到咧，两队都系踢4-3-3，点解执行嘅时候咧会有咁大嘅分别啦？咁啊，呢个车路士嘅领队沙里咧都唔系废啊。咁啊，以前咧喺呢个拿波利嘅时候咧，真系争四个得失球咧就可以咧赢到呢个嘅祖云达斯捧杯啊。好啦。今次咧，我哋试下进攻转4-3-3阵啊，俾大家睇下个分别先啊，唔知道有冇分别啦。喺个 gap 里面，好简的，哎，甩咗。简迪咧喺对车路士个场咧都冇乜表现啊。咁啊，呢个永远咧都系有两种嘅睇法噶啦。有啲人就觉得落去，哎，斩得样衰，哎。防守下先，奶嘢，掟落 fail， 成日太迟揿佢出嚟，跟住之后揿个落波掣，其实冇需要噶。有时电脑 AI 防守好过你自己防守啊！死啦！老猫烧须添，先俾人先入一球。啊，传得系几靓嘅，不过我哋有信心可以追得翻嘅。系啦，咁啊，永远都系认为啊，哥迪奥华咧都系。喂，顶你撞开我，喂！哎呀，咁样都杀佢唔死，真唔得喎！咁样呢啲要把握得好好啊！咁啊 ，Marshall 近排啲状态都好 fit 啊，成日单骑啊，同呢个热刺嘅 Son 啊有得比。好啦，我哋再嚟多次进攻，哎，转唔到身都得嘅真系。哎，喂喂喂！落去啱啦！唉，咦？哇，俾得唔差，竟然攞唔到顶，唉，唔好顶过嚟呢一度先啦。De La Fail， 62分钟，顶到啊！我呢一后卫好强悍啊！靓嘅呢个边线，哎，点样可以咁都甩到啊？哦 ，not good， 俾咗先啊！靓啊！哇，普巴而家成日去到好前，搞掉，好嘢啊！你会见到近排啊，即系普巴好多时候，以前喺摩连奴嘅年代系冇嘅，就系去到好前啊，唔单止系助攻咧，有时咧会甚至去到一啲嘅边线，但系佢踢啲位好多时候只不过系中场啊，有时系踢攻击中场啊。咁啊，呢一个咧，我谂而家普巴越踢越有自信，亦都系苏斯克查俾佢一个咁样嘅自由度咧，去一啲唔同嘅位置啊嘛，譬如近。啱啱對呢個嘅巴黎聖日門，你見到一球爆落右路嗰度，其實係十分之靚啊！以前基本上係冇可能俾佢咁樣踢嘅，因為咧摩連奴經常要佢有一個所謂嘅防守嘅意識啊。咁啊，永遠都唔俾佢上咁長。好啦，係時候反擊啦，各位，靚嘅，啊，俾個直接，唉，喂，喂 ，foul。搞错拱人喎、哦，咁啊，下一场咧我就下一个 recording 咧，我就会尝试啊喺呢个嘅 topic 已经定咗，就系呢个嘅4-3-3对4-2-3-1啦。喂，唔知喺度做乜？
成扎人黐住喺嗰度。呢个 counter 人嚟嘅，好嘢嚟噶，简直。好嘢嚟啊，落靓啊，拉空晒，搞掂啊 ，so easy。Martial， 有 Martial Lingard 啊 ，Rashford 啦，而家呢个三叉戟咧表现得十分之好啊。咁啊，呢度可以俾少少嘅引子俾大家啊。咁啊，呢个四三三啊，之前已经讲好多次，就系由呢个嘅高鲁夫嘅全民足球咧所带起啊。咁啊，以前咧佢对应付呢个意大利嘅好出名嘅防守阵咧，而衍生咗呢个嘅全民足球嘅 concept 啊。咁啊，最深影响到嘅球会当然就系呢个嘅巴塞啊。可惜荷兰到咗今日咧，都系仍然未赢过世界杯噶。所以有时咧呢个叫做咩啊？你嘅概念可以征服世界，虽然你嘅现实系唔得啊。就好似曾经嘅罗马征服咗强大嘅雅典，即系呢个嘅希腊啊。咁啊，但系咧希腊嘅，我冇喺度吹水先。哇！呢个 perfect except， 哎呀，争啲，我想讲呢个教科书式嘅反击就，哎。系太过心急添，可以控得到嘅。一讲就出事啦，再传埋落去就不得了啦，真系九十分钟。咁啊，呢个嘅希腊嘅哲学咧，系彻底征服咗呢个嘅罗马噶嘛，甚至影响到今日嘅。咁啊，呢个咧就叫做虽然咧 ，OK。虽然我哋现实系征服荷兰，系征服唔到呢个世界，但系呢个高鲁夫带俾呢个成个足球世界嘅影响力，大家系有目共睹啦。咁啊，下一集咧，我哋就会讨论下呢个四二三一对呢个嘅四三三，就冇话边个阵式好嘅，睇你点样用啊。咁啊，大家见到啱啱呢个嘅曼城对呢一个嘅车路士啊，点解大家睇四三三阵个结果可以咁唔同嘅咧？究竟哥迪奥拿咧对嗰班球员做咗啲乜嘢嘅要求咧？同呢个嘅沙利咧系有啲咩嘅关系啊？嘛，沙利大家都知系一个明显嘅烟铲嚟啊！我哋再重温一下我哋精彩嘅反攻啊！可惜最后嗰球入唔到啊！首先传俾中场普巴，哇！见到马斯又走落底，哇！点解啲后卫谷得太前啊？即刻起脚。这个曼联入好多波都系，其实我想讲系呢一球。哎呀，这个冇得再早少少啊，可惜啊。OK， 第一球唔使睇啦，第三球唔知点样俾人入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个沙里系一个出名嘅烟铲啊，最后都有少少发老皮。第一就唔同呢一个嘅哥迪奥拉握手啦，哥迪奥拉都无奈咁啊，同佢啲助教握手。嘅第二訪問嘅時候咧，都有少少晦氣啊，就問阿老闆咧呢個阿巴莫域治啊，點啊？如果佢關心下我都好啊。咁啊，其實好後生嘅阿巴莫域治52歲啊，佢已經差唔多應該係咪60幾70歲啊？如果冇記錯嘅話，60零歲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但係你知道最後咧，呢個世界都係邊個做老闆仔，邊個有錢啲啊？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进入呢一个嘅欧联嘅赛事啊 ，Lindelof 3500万太贵 ，Mata， 咁啊，有观众问点解而家仲可以倾啊？咁啊，倾啫，系啦，咁啊，就应该因为嗰、那个转会应该窗门关咗啦，咁啊，但系就即系可以讲价，但系应该就要等夏季咧，要等冬季咧，先至可以咧，再。开始啲人可以走啊，加入啊咁样，咁啊倾定先系得嘅。OK， 咁啊呢一个成个，咦呢、这个2100万啊，嗱佢就直情讲明俾你听啊，现在唔喺转会期内，你可以喺合约签署之前咧就呢个嘅条款咧谈判，跟住之后咧下个转会期之后咧先正式咧去到即系有呢个嘅协议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赞下曼联先啊！年青人咧呢一队几新，唔系叫几新，个名几新，但系实际上系唔新嘅球队。
咁我哋激励下自己咧，咁啊，我哋应该可以彻底摧毁佢哋啊！激励下自己系啦 ，Mata 1600至2300。与阿仙奴有兴趣、哦，2100万，之前都2500万啊，咁我谂我哋都可以放走佢噶啦，系啦，咁啊应该呢个普巴就做大噶啦，如果以呢个嘅中场嚟讲啦，咁啊有埋摩迪嘅话，我哋谈判下先啦，系啊，其实都唔需要嘅，系就咁委任都得嘅，其实，不过以示尊重啊，始终佢对我哋嘅球会咧。都有啲贡献，咦艾玛利、哦，咦竟然有头样出、哦，大家见到 FIFA 都几重视呢个阿仙奴啊，咁啊阿仙奴喺呢个嘅曼城赢咗之后啊，打多一场咧去咗榜首曼城，咁啊我哋乜嘢都唔使做咧就上咗第五啊，咁啊车路士跌咗落第六，咁啊曼联就去咗第四，跟住之后咧呢一、這个嘅热刺第三啊，呢、這个利物浦踢少一场咧排第二啊，我哋提出新嘅转会费先。差不多2700看行不行，阿仙奴有什么人想要就没有了，阿仙奴都很惨，我们今天都不记得说阿仙奴究竟有多惨，那人还问 Iwobi 啊，这个的阿仙奴 Fan TV 2300加转约还价2500啦，之前都2500，这个阿仙奴 Fan TV 还在讨论究竟 Iwobi 会不会转变成这个曼城的 Starling 的，一就算是啲 fans 都说唉真的不要讲少啊，真的我都麻麻地个 fan page 了，现在即是人不是这么点啊，之前纯粹是因为闹云家所以才上到位啊，好啦搞定了转线条款 5%。咁啊，有翻少少嘅保障啊！我哋都要再增强一下我哋嘅阵容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应该咧下一场就系我哋第一场嘅欧联嘅赛事啊！咁啊，我会用呢个嘅录影嘅方式啊，再剪辑咧同大家见面啊嘛！多谢各位咁多嘅支持啊嘛！希望咧睇下可唔可以咧遇到啲。间咧可以直播拍埋个 The Journey 啊，完成埋呢个嘅，唔好烂尾啊！好啊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